士兵杀死啊，那个两个人啊，这中间是国旗啊，中间是国旗，然后那个是他们家族的徽章，盾牌。总理衙门办事了，国王红白两世就办了啊，结婚生孩子死掉就在这里啊，死掉哇，隔壁就法院了啊，老婆吵架啊，搞定。好啦，咁啊，法院判断啊，咁啊喺度生仔啊打交乜都搞定晒啊，法院搞定晒啦。咁啊，再有咩事，国家大事喺间细屋啊，国家大事。Hello， 康生，地渣，话啦，